Come on, Cinemas， 系啦 ，Hello 大家好，咁我哋喺呢个应该今日出片之日咧，就会喺呢个 X Fest 嗰个公布啊新嘢啊，咁啊 Gammy 仲有个兽神化预想啦，咁啊日本玩家投票啦，咁我哋今日同大家睇睇，咁我哋都怀缅一下我哋嘅旧宠啦。咁投票第一位木天，咁我亦都觉得呢一只应该肯定会喺今次呢、這个公布里面嘅名单，因为其实你諗下呢个最大粒嘅野兽神，即係限定嚟讲兽神化呢，其实上年就係路西啦，今年係冇㗎啦。你基本上除咗木天之外呢，冇人有呢一个位置，即係无论呢个呼声。咁木天推出嘅日子亦都非常之耐啦已经。咁啊，亦都系旧嗰五位天使里面唯一一个未兽神化嘅一个角色啦。咁相信我自己呢，咁我亦都系群组发起呢个赌 J 嘅行动啦，即系赌宾州啦。即系我赌系一定会有木天嘅兽神化啦，系啦。咁啊，系啦，肯定。好，第二位诺亚。咁啊，诺亚其实话晒虽然系冇乜用啦，但系佢始终都系超兽神嘅限定角色。咁我相信喺呢个超兽神嘅角色里面，佢应该系包尾啊，即系呢个强度或者繁用，甚至乎出场啊，根本上系完全冇劲过啊，即系呢个系非常罕有。即系你话石川，起码我都觉得佢繁用啦，系咪先？咁但系诺亚由佢出世嗰一下去到佢而家咧，真系完全系冇一个主场啊，可以话。咁啊，极其量只可以喺呢、這个加南或者喺呢个第十一域嘅时候叫做出一出啦，但系都唔系太好用，我就系觉得。咁啊，呢一个呼声都高噶，佢呢个睇翻咧，同木天一样啦，都系2016年啊。好啊，第三位罗宾。乜罗宾其实都系好旧啦，咁啊佢出嘅时候都几劲嘅，无可否认。咁但系佢出嘅时候打一关仍然系讲紧打超绝，即系冇专零定回嗰啲啦，咁已经系好旧噶啦。咁佢亦都系一个激兽神制限定角色啦，咁所以佢个呼声都系高。不过有啲担心就系，假如木天系一定兽嘅话咧，咁啊因为木天已经占咗一个木属嘅地位，咁到底会唔会有两只木属咧？咁我哋拭目以待。不过激兽神嘅角色嚟讲，的确以罗宾嘅呼声系最高噶啦，应该就好啊。第四位，大家期待嘅树妹嘅世界树，哇！呢只嘢嗰个年份咧，应该系最早期噶啦。咁啊，曾经 buff 过一次，就系令到佢呢、這个血脉蛋啦，咁亦都算系好用嘅，因为佢可以早期，即系而家我都系，而家你仍然可以用佢嚟打呢个禁忌之玉嘅咁第二啊，好似系嘛。咁啊，但系系啦，但系佢呢个基本上我都觉得佢几过分噶啦，即系佢都做唔受神化。咁啊，不过都系同样担心啦。木属嚟讲就唔知会唔会啦。第五位潘朵拉，嗱潘朵拉其实不经不觉咧都系2017年嘅产物嚟啦，接近即系年几两年前噶啦。咁啊，其实潘朵拉嘅位置都几尴尬嘅。咁啊，一开头就系神化系比较多人话好用啦，但系其实我一直都唔中意用拉鸟嘅。咁啊！但系去到近呢一两年咧，咁佢嘅进化先比较亮眼啊，反重数雷加埋有呢个吸血功能，咁喺好多场合咧都发挥到唔少用途啦。咁我觉得潘朵拉嘅强度嚟讲，适中嘅，佢又唔系话仓管啦，佢经常会有长出嘅，加上咁，所以其实以强度嚟讲咧，佢的确系未去到话要受神化。不过以呢个年份同埋呼声嚟讲咧，加上潘朵拉喺呢个动画啊等等咧。都几热门啦，可以咁讲啦。咁所以其实佢都有一定嘅机会啦。好啦，跟住第六位人鱼，人鱼啊，亦都系同呢个世界树差唔多年份嘅一个旧角色。咁人鱼系一个即系对于老玩家嚟讲系充满感情嘅啦，应该。咁啊，由呢个早期伊邪南美啊，去到呢个伊邪南美零定零啊，好似系啦，嗰个零，即系我哋台版呢个 block 嘅事件啊，等等啦。咁其实人鱼我自己都个人都有啲想去收啦。第七位鹰。咁啊，鹰其实由第一季动画开始，我哋已经开始话佢会受神化，会受神化啦。咁啊，但一直竟然都系冇任何消息。咁啊，去到最近都开始俾人遗忘啦，鹰。咁啊，其实鹰作为一个好啊日式风格嘅角色咧，加上佢嗰、那个都几讨好啦，可以咁讲啦。咁啊，加上个外形就比较亮眼啲啦。咁我自己都期待鹰系有冇机会受神化啦。好啦，呢个我死啦，唔记得中文，我唔记得中文叫咩名添，死啦！系啦，唔记得中文叫咩名，一时间呢个真系唔记得咗。咁呢只曾经系我最爱用嘅一只角色之一嚟嘅。咁啊，当时甚至有个激烈嘅讨论，到底系神化好啊，定系进化好呢？因为神化之后嗰个杀手系冇咗 EL， 系啦，即系冇咗呢个 EL 嘅杀手，佢变咗反击杀手。咁啊，但系其实基本上咧，去到后期都系仓管啊。咁呢只啊，系咪叫莫？我唔记得，应该系唔记得叫咩名啊？成日讲唔出个名，应该系莫咩呢？
系咯，莫乜鬼嘢咧？唔记得咗。咁啊，蒙大拿系啦，我记得啦，蒙大拿呢只似呢只系好旧好旧噶嘛，因为呢个蓝娘嘅咧系嗱，即系怪诞已经好耐冇出过啲蓝娘系列嘅嘢啦。好，第九位孙悟空啦，孙悟空有一定嘅声望嘅，点解呢？因为之前出咗如意棒啦，咁好多人就估咧，佢个本体可能就系摆翻喺呢个 Express Pass 里边公布啦，因为比较大型啲啊嘛。因为孙悟空始终都系都威过一下嘅，叫做系啦。加上佢性能，其实你又唔可以话系差，爆炸加速系咪先小耗力？佢本身三维又高咧，只不过系落后，即系喺今时今日嘅角度嚟讲咧，其实你话佢落后，佢又唔落后喎。讲真，孙悟空嘅性能。系咪先？孙悟空嘅性能，你话佢渣，佢又唔渣嘅。但系即系你话可以，你可以点做咧？你话有强化佢嘅啫嘛。即系你睇下三维，其实唔渣，即系最能成功33,000速，咪先23,000血。哇！不过呢个 CD 又真系耐咗少少。咁我觉得佢都好快步呢个刘备啊下场啦，即系受神化啦，即系适当地强化一啲啦。咁都我谂都收货啦。其实你好似刘备呢个强度，其实都 OK 噶啦，都。即系我今时今日，大家对常设重都唔会有太高要求。好啦，元妃左座嗱，点解元妃左座会咁有呢个声望咧？突然间咁多人投咧，首先第一本身佢一只旧到 P K 嘅重啦，系好旧咧呢只嘢。咁啊，第二因为近期有呢个禁忌之玉嘅24嘅关系咧，首先佢系识性啦，系啊，因为佢系比较少有呢个反伤反全啊，暗属贯通。咁我自己都系攞去过24嘅。咁啊，即系而家可以打到24关嘅重咧，其实都唔多系啦，都唔多，都几新，一砸破啊，同埋嗰个日本神咧，都唔系咁多人有啦。咁啊，元妃左座系好多老玩家都有，咁所以好多人都希望可以即系你唔好搞咁多嘢，你求其强化下啲三维友情绝招咧，咁我都收货，因为只要你可以打到24，我都觉得 OK。咁啊，都系一个高呼声嘅嘢，咁你再睇啦。咁我哋同大家睇20个啦。上杉谦信亦都有非常旧、非常旧嘅角色啦。我谂对上出场咧，已经系讲紧被三，唔系被三无天 ，sorry， 嗰个系咩啊？乜对上我哋用上杉系几时啊？唔系阿修罗啊？阿修罗好耐噶啦，我都谂唔起我对上用上杉系几时嘅事啦，真系唔记得啦。哇，呢只真系旧到～我唯一我记忆，我第一个记忆系被三门天，但系被三门天佢系作为中 boss 登场啊嘛，即系唔系我哋用啊嘛。咁但系对上我用呢个上杉好似都系，我唔知系好似有关击究竟系用过，但系如果你话我唯一有印象就系打阿修罗，你谂下阿修罗已经3-4年前，咁呢只嘢我旧到我唔想提咯。哇，德川家康呢只都经典啦，呢只。曾经都卜过一次嘅，但系强化完之后都冇强化一样。咁我记得对上嗰次系我哋 F4 打呢个光爆啊，即系黄金香啊，系啦，嗰阵时好似用过，如果冇记得。咁但系始终呢只嘢最大嘅缺点咧，就系佢个力度啊，非细，系啦，力度细到一个佢强化，佢嘅攻击力系有强化过，但系都系你都系唔觉得佢大力。系啦，就算有 Solar L 都系唔够大力，咁加上最致命嘅伤害就系个绝招废，系啦呢个咁嘅炮台啦，呢啲落后到唔落后啦，因为而家喺呢个体状年代，你搞埋晒啲炮台，真系自杀嘅啫。加上呢一个友情，基本上系完全冇存在感可言。咁所以德川家康咧，其实都作为呢个日本嘅实，即系幕府，即系建立呢个幕府嘅初代将军咧，其实我觉得佢都系一个好大嘅地位喺度，喺日本嚟讲。哇！火巨人全部都系我哋怀念熟悉嘅老面孔哦，即系火巨人都唔使介绍，佢同人鱼一样咯，佢个情况就同人鱼一样咯。哇，8.5分，佢几耐冇 update 过呢个牌？我想问佢 Gamer 系几耐冇 update 过呢一个分数？咁火巨人都唔使讲，对上嗰次就系打八旗啦，我谂就系打八旗噶啦，算啦。个三藏法师就都 OK， 三藏法师其实都系仓管噶啦，咁啊，但系佢徒弟全部神化晒，即系受神化得佢尾啦。哇，呢只咁嘅史笔卡咧，都系一个经典啊呢、這个。咁啊，其实佢唯一一次有用嘅地方就系打呢个活鱼女嗰个合作关啦，我相信。但系其实都唔，即系自从有人发现咗用呢、這个咩嗰、那个咩啊？天狗啊！呢个玉龙啊，自从有人发现咗用玉龙之后咧，我相信都冇乜特别要用屎忽卡噶啦。咁呢只都系即系人如其名啦，就系屎啊！哇，喺钉弓都要受神化，你哋贪心嗰啲喎。我觉得钉弓仍然系活跃喺第一线，因为钉弓首先佢两个形态都有用啦。第一个形即系佢进化就系呢个有杀手啦。你其实好多即系基本上你都有唔少关打到啦。
咁神化而家正系打紧暗军嘅，可以。咁我钉弓，钉弓你唯一钉弓几时出噶？钉弓系2017定2016啊？我觉得钉弓嘅强以强度嚟讲，佢的确系冇资格受神化。但系你话以历史嚟讲，年代嚟讲，佢可能真系钉弓唔经唔觉都好似好耐，但系好似一年啫，最多一年嘅咋话钉弓？因为我真系我已经唔记得咗系几时出噶啦。系啦，但系钉弓都受神化，似乎过分啲噶。哇，呢只都要受神化？呢只最近大放异彩嘅啦，呢只阿图洛斯咧，即系喺呢个25肉嘅拆呢个奈由他最识性嘅角色嚟嘅，呢句嘅系，即系如果再受神化，又似乎呢班友啊，似乎贪投票嗰啲人就贪心嗰啲嘅。即系我觉得你话以强度嚟讲咧，我以强度嚟讲，同埋以呢个年代嚟讲会好啲咯。图洛斯佢系旧，佢系算旧嘅，佢系呢个爱丽丝第一批嘅年代啦。咁但系你其实你见到啲画风都知啦，佢唔系太旧噶，佢啲画风嚟讲咧，最多系三年嘅啫，应该系啊，因为有好多四年五年嘅仓库角色咧，仍然系未受神化。咁啊，图洛斯其实都劲噶咯，佢十二弯小号令，我觉得图洛斯系劲噶咯，已经即系佢 buff 过一次变咗扫雷 L 咧，系之后大力咗超多。佢之前冇扫雷 L 咧系废，的确系废嘢。话英雄王就真系呢、這个真系要啦呢、這个。因为佢系打第一批超绝嘅人，个年代嚟，嗰阵时我系我爱将嚟。如果你系我老观众咧，我第一年系拍咗好多英雄王，咁因为我系好中意用英雄王打白旗，咁我的确啦，英雄王就辉煌过，但系我觉得佢啊，我英雄王就真系有资格受神化啦，因为佢呢个年代嚟讲有四年嘅咧，呢只嘢系我赞成要受神化啦，呢只真系，系因为太废，哇呢只都 OK 啊，呢只都有资格啦呢只。即系讲废嘅话，其实呢啲全部都系问可以问鼎天下嘅垃圾嘅，呢、这个就系埃及神。咁啊，即系而家呢个表系，但系呢个表有啲奇异嘅分子喺度，即系例如钉弓啊、图洛斯呢啲咯，我呢啲唔算废啊。咁啊，埃及神咧系啦，其实我觉得废嘢即系其实佢唯一可取就系壁咚咯，但系其实都系废。整体嚟讲，我一个字讲完就系废。系啦，同埋年代嚟讲都系最旧嗰批嘅，呢条友都系属于最旧嘅。你见到嗰啲神化材料，你系知系旧嘅 P K 嘅。咁啊，我赞成系啦。嗱，宫本武藏咧，首先佢个年份唔算太旧啦，即系睇画风都知啦，比较近代啦。佢最多咪两三年，系咪先？加上你话佢废，佢又唔系废啊，即系佢两个属性都揸住个杀手，系咪先？加上佢即系佢系。不过佢真系冇乜长出啦，事实嘅。我都当时佢出嘅时候，我都评论过，你自己揾翻我嗰个评价片，我就话你即系你揸住咁少被动咧，其实一定唔会有啲咩繁用性可言嘅啦。讲真，因为你今时今日你讲真，你暗属性杀手大把啦，系咪先？你西乡嗰啲或者你加上而家呢个年代有样嘢叫反击杀手啊嘛，系咪先？就算唔系黑熟，即系我唔系暗属性杀手，我揸住个反击杀手咪一样，差唔多啦。咁而家加上再有啲弱点杀手啊，乜杀手啊，咁所以其实今时今日呢，就算揸住一个黑熟杀手呢，已经唔轻香㗎啦，因为你冇被动嘛，大佬你揸住咁少被动点掂啊。我先讲西乡，唔好意思，应该係一个 MDT 啊，我讲因为呢个光熟。咁啊，但你话佢，我觉得佢未够资格受神化囉。不过讲真啦，米西做嘅，即係你见米西受呢个金刚棒唔受孙悟空，你已经知道佢係完全唔会跟住嗰个排队，即係佢係插队。系啦，佢系插队嘅，咁啊，所以其实你话最旧嗰啲咧，系都唔一定。但系我觉得世界树真系时候搞搞呢一个 list 咧，好多都真系好旧，即系你人鱼啊、火狗啊呢啲咁啊，猩红王、埃及神呢啲咧，的确系废又废又旧，系啊，就系咁啦。咁啊，我自己就铁胆就，我觉得木天就一定瘦嘅，我自己如果你问我啊，一定啊，系啦 ，Make Sure。即系佢应该会好似上年路西咁样咧，佢公布完三只之后，以为大家冇啦，跟住突然间有个特效喺天空上，唔知跌啲咩落嚟。今次我唔知跌咩啦吓。咁啊，跟住谂仲有木天收神花，佢应该会特别整一段系木天嘅动画啦，类似呢个上年嘅路西啦。咁啊，跟住另外我就觉得诺亚嘅呼声系比较高，因为近排佢啊整咗段 PV 出嚟啊，即系广告啦。咁啊冇。好地地点解整只咁嘅垃圾出嚟啫？系咪先？咁啊 ，yes， 我觉得系佢啦。咁啊，我呢度大胆推测啦，如果真系诺亚嘅动兽神化动画咧，应该会有魔啊，唔系诺亚同摩西好似冇乜关系。诺亚系咯，好似唔关事喎，系咪先？摩因为诺亚系大洪水啊嘛，反而诺亚同潘朵拉系有啲渊源，系啦。即系如果你自己睇翻呢个睇翻神话啦。
咁今次就同大家睇住咁多先啦。咁啊，呢条片出完之后冇几耐咧，应该晏昼6点我就会同大家一齐睇呢个直播。咁我哋今晚6点见，拜拜。